好，八級 A 九 The Cyclops 呢個獨眼巨人啊 ，by Hamo。咁咧，我哋要減除曬佢嗰啲成日交叉手彈嘅位置啊嚇。咁咧去到第七頁，即係其實係第四板紙啊。咁呢度開始咧就已經係要交叉手咁，所以我咧又哇咁多粉紅色嘅，即係好多右手啦。藍色咧就係左手啦。咁你會見到其實左手就非常之簡單嘅嚇。咁我喺第98小節呢度開始啦。咁你會見到 middle C 喺呢個位。咁兩手都喺高音啊，咁你開頭呢度咧個 A 你任你點彈啦，都係你可以兩手彈，咁都可以嘅。咁跟住到右手咧，第98小節啦，咁右手就停日彈個音D 音，左手就彈個 A 咯嚇。98小節 D， 跟住左手 A D A， 哇好容易啊！跟住咧99小節咯，翻嚟 F 音啦，二手指彈個 F 音，左手右手就彈個 A， 準備定啦，2252，左手 F E， 小心啊，右手係 D 音四手指，4413451。唔使喐啦，唔好喐啊吓！右手仍然四手指喺 D， 左手三手指弹个 E 音，而家系101小节 ，E 音开始啦，3441，3451，左手就吞落去弹个 D 啦噃，右手放定喺个 D 度，351 D F A D minor， 左手弹个 D 啊，好准备啦，3351，1331，就103小节啦。左手系三手指弹个 D， 右手唔使喐噶。3351，1331，104小节咯。左手搬咗去 middle C 嗰度啦，三手指，右手咧551去 E 同埋 A 吓。第104小节开始。5511，105小节，仍然弹个 C 咋？5511531落去 B 咯 ，B natural， 106小节啦。咁右手放喺边啊？右手五手指放喺个 D 音度。好，准备咯，3532，记得 G sharp。532，左手 E 音一，右手5135，记得 G sharp 手指功 ，G sharp A 108小节，左手系 B 音啊，5135，记得 G sharp 12，跟住109小节就去到嗱呢个 middle C 啦，个 E 喺呢度吓，咁右手咧就喺边度咧？仍然是在个 D 音度啊，同头先一样、哦。记得 G sharp， 手指公浪定在个 G sharp 度啦。1235，12，跟住冇事啦。系啦，咁即系话咧，你要改好呢度，俾晒左右手分配好佢咧，就唔使打晒交咁去弹咯，知道吗？咁同埋记住咧，呢一首歌一定你考试嘅时候咧，系必须要翻转头弹嘅。The Capo El Fine， 一路由头弹啦，咁一路弹到去见到 Fine 呢度，即系第五页呢度啊，弹到第三行呢个位。先是完啦，知唔知？一定要做噶。